化市大埔商圈可说是美食一级战区，小吃美食云集。为了推广彰化在地美食，彰化县政府11月17日将在彰化市延平公园扩大举办2018大埔商圈甲米市爱心环保到顶来美食小吃宴宣传活动，欢迎喜欢美食小吃的民众及早报名。往年哦，就只有席开60桌，这一次总共席开100桌，而且是精选20道美食啊，每桌只要3000块哦。那这3000块啊，其实平均下来一个人只要300块，你300块可能要吃到这20道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只有在这一次我们理事长的带领下，才有办法吃到这一次这么丰盛的部分的哦。那这部分其实往年哦，其实现场哦，虽然我们开了60桌，但是还是供不应求，不够啊，所以这一次哦，大家如果要参加的哦，要赶快报名，赶快向我们的协会购买餐券哦，这样你才可以享用到美食。那今年就是不一样的，就是只要说我们自备餐具哦，我们赠送精美的项圈环保袋，那我们有5张有效的发票，我们还会赠送限量500组的环保餐具。希望说我们来到这边能够品尝道地大埔商圈的经典美食，还能够一起做环保哦，大家一起共同来保护这个大环境。想要一次尝尽大埔经典小吃的民众，千万可要把握时机抢购美食小吃宴餐券。购买方式请洽大埔商圈发展协会0915-995-589，彰化市延平里办公室0471111046。公益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道。